我这样。Bad boy， 每个男孩笑出来，赶紧砸下来，快快快！觉得好像有人已经爱上，爱上另一个人了，所以觉得韵凡有可能爱上哲言。应该已经吧，那我们就来听喽。直接听吗？哇、wow、哦 ！Yeah， of course。紧张哎，来喽，直接听。很害羞。小暧昧啊，小暧昧。Yeah。 Oh， I took a man to me。让我憋住了呼吸 ，Oh I， 微笑和你，让我这样。Bad boy， 每个男孩笑出来，赶紧砸下来，快快快，想把最真实的现在不耍赖。我想来点 Mojito， 和最正好一起去旅游，把这头发感受温柔，霓虹闪烁，跟着心跳节奏。OK， 觉得好像有人已经爱上。爱上另一个人了没？没有，我觉得就是撇开音乐啊，我觉得你们两个是我目前看最搭的一组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就感觉你们一组吗？就感觉你们两个就是，因为前面也只有子毅一个人嘛，对，画面很好。然后对啊，就是觉得你们应该已经有 something 了。对呀、啊，好花。所以觉得韵凡有可能爱上哲言？应该已经吧。一个老师说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你们感觉就是已经有暧昧了那种感觉。Oh ”他问我们说：“我们合作几天？”我说：“今天第三天了。”可是哲言他在旁边，我觉得他不像平常这样。我刚刚走到后面还问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今天怎么了？”嗯、他说：“什么什么，我很好啊。”我说：“你没有平常这么放？”你知道他想我了，想我了。哎、欸，不可能吧？不是，我们俩，我都在坐 Demi 旁边，他播音乐，他就说他握着说：“啊，好害羞。”我这样子。紧张哎，来喽，直接听。很害羞。可是我不太喜欢这样。那就够了。因为其实我在感情里面比较是那种主动的那一方，女生今天突然变成那个角色的时候，我会有点吓到。不，一样。好啊。来啊。不要割太大力哦，等下下去走走。好啊，感觉好像还不错。经过今天对哲言，觉得他会是一个成熟的男人，不是大家眼中看到的小男生。他如果以后要追女生的话，记得可以选他。